轻松一下。发生这么丢人的事情，马上就要给未婚妈妈了。哎，哥，我又来了。哎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不要来跟我提什么投资计划的事情，我为比利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够心烦的了。哦，不提就不提嘛。我只不过是专程来告诉你，我决定把我那家餐厅取名为“躺躺儿童乐园”。躺躺儿童乐园？对呀。为了报答大哥，为了纪念大哥，为了我们下一代着想，所以我决定取名为躺躺。嗯，我看你刚才给我弄个铜像是吧？没问题啊，大哥，只要赚钱的话，一定给你立个铜像。哎呦，于耀宗，于耀宗，你的妹妹于比利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在那不？好了，哎，大哥，你不要冤枉好我好不好？你不是叫我不要提投资事情啊？我提了吗？我有提吗？哥，你别这么唉声叹气的好不好？嗯，我不叹气，你还要我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意思说，叹气对事情也没有办法，没有用。嗯，听你这样讲话，好像你对这种事情很在行啊。也不能说我在行了，只不过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只有三条路。哪三条？生下来当未婚妈妈了？太丢人了。哪的？这个我也想过，这个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那就嫁人嘛，嫁人，对啊，把这男人给丢出来，要他负责任。好，我们就走这条路。喂，我不要吃。你怎么不吃饭呢？我不想吃饭。不吃不行，待会你还要上美术课啊。你不吃饭不是肚子饿？你看老师在那边等你了。是了，到你的房间里头跟老师上课画画啊。
丽丽回来没有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哎，家教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啊？问你女儿啊。老唐，老唐怎么了？拜拜。那么小的，这样意思到了就好嘛，站那么久干嘛？意思到，你陪他一起罚。我，哎，佳佳。好，长安，不，你先站一下啊，你先站一下。哎，爸，等下再出来救你，快！哎，佳佳。佳佳。你。戏演得不错吧？你演什么戏啊？我是故意吓吓我们的唐唐小姐的。哎呦，你是把我给吓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啊，我发现唐唐最近啊学习非常不专心，很多他学过的事情，我问他他都想不起来了。怎么会呢？唐唐一直学东西都学得不错的呀。我不晓得什么问题，所以啊我装生气啊，希望可以警惕他一下啊。是不是老师教的不好？老师都没有换过。那这倒是个问题哦。好啦，我这个黑脸办得差不多，该你上场了解一下。我呀？嗯。哎，佳佳，我从来不知道你表演这么好哎。怎么样？那你先表演一个我的偶像给我看吧。什么？玛丽莲梦露啊？你呀，你学他可能有点困难。哎。不，我现在偶像已经换了。换谁了？郭婉蓉。我不。你为什么不表演一下我的白马王子给我看呢？哦，那太容易了。Are you lonesome? 换人啦，已经是妈妈，现在换人啦。你也换人了？你换谁啊？赵传。哎，你对我是一种侮辱啊！我长得比他帅多了，你这么喜欢他干什么？他比你温柔。哎，我抗议！好，甭抗议啊，白脸上场了解一下你女儿吧。我，好，白脸上场了。来，唐唐乖，唐唐不准哭哈。爸爸今天带你来这边呢，就是啊，这里没有别的人，只有我，我给你面子啊，你要乖乖的，不要哭哈。爸爸喜欢你哈，乖。爸爸，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没有啊，妈妈喜欢你啊，妈妈比爸爸还要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那为什么妈妈要叫我罚站呢？那一定是因为你上课的时候啊不用功读书，所以妈妈要放罚站呢，让你警惕哈，知不知道？可是我不喜欢上课嘛。小朋友怎么可以不喜欢上课呢？你是爸爸跟妈妈的乖女儿，你要好好上课，将来呢可以做个有用的人，替爸爸妈妈争光啊，懂不懂？我不想争光，我也不喜欢画画，我也不喜欢上课。我喜欢爸爸妈妈跟我玩。跟爸爸妈妈玩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要好好的这个学钢琴学画画才好玩，知不知道啊？我不喜欢学钢琴学画画，我只喜欢玩。我觉得好苦哦。妈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要这样的话宝宝就要跟你生气了。我不要玩嘛，我也不要上课，我觉得好苦啊！老唐，现在的小孩啊，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赵总，唐唐呢？怎么不来吃饭？他在房间生我气嘞。为什么？生你气？当然怎么可能呢？嗯，你是个标准妈妈，唐唐怎么会生你气呢？哦，一定是大哥啊！你这个家长争控权用犯。什么叫家长争控权？这家长争控权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吃饱没事干，喜欢找人家来骂一骂、训一训。我看以前吃饱饭没事找挨骂的，我看见你这是挨骂症候群。还没吃饭。李丽，你哎，不要侮辱我，我今天受的气够多了。你今天受什么气啊？我们学校男生看到我这个样子都一直笑我。李丽啊，
事情到这般田地了，最好收敛一点，不要再理那些男生了，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啊，比利啊，其实你这样子很可爱啊，如果我是你同学的话，我一定为你神魂颠倒。大哥，你不要让晚上做噩梦好吗？比利这样怎么可能可爱呢？万军，啊，我是说今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我们这一对平常人呢，这边吃平常的饭，聊一些平常的话题，所以要平常心啊，平常心，平常。哎，不是，平常。嗯，气氛有点不同哦。嗯，哎，对，当然不同了。你看，今天我们这个我们的妹妹比利，你看今天是这么的容光焕发，神清气爽的。对，这是花容月貌，是闭月什么？羞花。嗯。余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啊，徐娘半老，不是徐旁边那两个人看到比利吓跑，所以就是余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余冠军，比利，这种事情你不要动手，交给你二哥处理就可以了。姚总，哎，是，你看我们比利多可爱啊！冠军，掌嘴啊！你的本来就不多，你又叫你懂得不多就少说两句。嗯，有问题耶，比利。你是不是看你二哥在外头交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奇怪喽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妹妹？我自从有了儿子之后啊，我已经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了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比利啊，是不是你看到二哥大哥在外面酒廊喝酒了？没有啊，奇怪啊。照常理来说，假如他没有把柄在你手上，大哥二哥不可能对你那么好啊。对。哎，佳将，讲话凭良心好不好？比利是我们的妹妹，我们对她好是应该的嘛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要可是不可是的。现在我们是发现比利她长大了，我们应该呢，哎，更关心她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是我们的义务嘛。嗯，这也是我们的无奈啊。冠军，不要说话。对不起，我跟比利对立惯了，我。比利，好像很少看你带男同学回来玩啊。他们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带他们回来玩干嘛？哦。那你有没有男朋友呢？我告诉你们。哦，哎，比利啊，那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呢，把他带来家里呢，给大家认识认识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干嘛？我带他回来，让别人侮辱啊？不会的，你放心，谁敢侮辱他，我就剥谁的皮。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要看着我，看二哥行不行？嗯，看我干嘛？我又没有侮辱过比利。哎，有啊。你上次就说过啊，比利早晚有一天会大肚子啊。比利，我那次是开玩笑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没这个意思。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我非查出来不可。糖糖，开门，我是爸爸，你把我关在外面喽。我不会关你的。糖糖，乖，开门，爸爸给你拿饭给你吃了哈。我不要吃，我要吃饭呢。糖糖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本来就是嘛，你们都不关心我，你们是大野狼。你说什么啊？大野狼啊？本来就是嘛，你们大野狼都欺负小羊。糖糖，爸爸妈妈哪有欺负你呢？我们都很爱你的。有啊，不然你为什么不让我玩？你们都要叫我上课。糖糖。糖糖，怎么？正在抗议中，黑脸上场，不好了，这样反弹可能会更大的。试试看。糖糖，别多生气啊。糖糖，爸爸跟妈妈送饭给你吃啊，乖，来。妈妈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？你说啊。那你先答应我。只要是合理，我一定答应；不合理就不能答应。嗯，请你们两个出去，这好不好？好吧，你吃饭啊。吃水果吧。糖糖啊，年纪这么小，脾气就这么坏，将来长大，我看更难伺候了。不会，糖糖长大会像我。像你，那你意思他的坏习惯就是从我这儿传出去的？哦，你不承认吗？嗯，我承认。
假如有人呢？我不承认。男人，叛逆。哎，我问你，糖糖到底要上多少课？没有啊，我看哈，钢琴、小提琴、英文、公文、数学、美术、国文，舞蹈。下个礼拜还有一个儿童那个电脑班。这么多课啊？别家小孩更多哎。糖糖年纪还很小，上么多课会不会压力太重呢？倒不会吧，他这年纪学习能力是最强的时候，只要现在不打好基础的话，将来要学的话就很困难了。可是这样好像他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有哎。为了将来总要牺牲一点点呐、啊、除非你希望你女儿将来是个平凡的人。我当然不希望了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小孩蛮可怜的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童年那样。你还以为他们的童年会像我们一样吗？烤地瓜、抓小鱼、玩泥巴，时代不一样哎，先生。哎呀，我知道时代不一样，可是心态还是一样的。什么心态？玩啊，小朋友都爱玩啊。哎，玩不小朋友的心态，是所有人的心态。我也想玩呢。可是你起码得给小朋友一点自己的空间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糖糖有很多属于自己空间啊，他只是要逃避所有的课程。对对对，就是逃避，因为他根本排斥，所以要逃避啊。这不叫排斥，这所有小孩子的一种反叛、叛逆的心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愿受支配、受安排啊。对了，你再继续说下去吧。不许你说我话里头毛病。小孩子小啊，他没有自制能力啊，需要我们大人去帮助他们呐、啊。好啊，帮助他呀，怎么帮呢？我不要跟你说。算你对了，好不好？佳佳，你知不知道，糖糖是我们的乖女儿，让她快乐也是我们的责任，对不对？你是说我让我女儿不快乐了？哎，我不是这样说了，你看，你生气了吧？你这个样子还敢说糖糖是像我的？嗯，你讨厌。哎，嗯，你们三个大男生最近在搞什么把戏啊？没有啊，有吗？我警告你，你是大哥，不许带头搞。不会了，不会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每天都不晓得讲什么话。谁啦？我啦，比利，你洗澡还洗多久？晚五。哎，我是你哥，我当然管得着啊。洗澡吃饭最大，谁管不着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洗澡还要洗多久嘛？一个钟头吧。一个钟头？好，你一个钟头之内要是出来的话，你小狗。那你这小子办事不要办得好不好？应该不错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找找，搞定搞定。他洗澡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出来。真的？对，快点找，找找找找。哎，什么书啊，什么信件啊，什么情书啊，日记，通通都可以。好，找，快找。恒心吧，你废话，你快点走。哎哎，找找找找找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药哎，看不懂。哎，什么？这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避孕药啊？啊？你要说你比较有经验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不太像，根本每次的不太一样啊。不一样。哎，大哥，那跟大嫂吃的一不一样啊？跟你吃的一样。没有，我从来不吃药的。哎哎，大哥，你说。该怎么样证明这个药是避孕药？吃吃看喽。你少在那儿贫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你？哎哎哎，大哥，我有了，我完全赞成冠军的说法啊。啊，对，哎，吃吃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哎，冠军，大哥，二哥，哎，你进我房间干嘛？是大哥带我们进来的。你说什么你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我是跟大哥、二哥他们进来的。你们不要乱讲话。我告诉大哥，啊，你进我房间干什么嘛？我为什么不能进你房间呢？我是这户的户长，我也是家长。
我要进哪个房间我就进哪个房间，怎么样？哼，对，太，我是排行老二，我除大哥的房间我不能进来之外，其他的任何房间我照样可以进去。嗯，冠军你呢？我第三，我只能进你的房间。对对，我们三个都可以进来。他们两个，两个呀，就是你们两个。日记，你们有理由进我房间，但是没有理由动我东西啊！谁偷我的日记啊？这日记是二哥弄的。哎呀，你出卖我！那这个是我。不是，干嘛拿我的药丸？我，李丽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药丸？我们先抓男人开刀，那要看哪一位最肥喽。我看这里面最肥的是……要找最肥的话，那一定不是我。我最瘦的就是佳佳。看一下。你脸皮最厚，就你了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忽然间对比利有兴趣起来啦？我是对他关心的。哦，比利，你相信吗？哼，鬼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我们都不相信。你们都不相信就不相信嘛，我也不要你们相信，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敢说对？耀宗，你到底男生还是女生？对不起，妹妹，现在是男人跟女人的事情，不是丈夫对妻子的，所以我必须跟大哥站在一边。对。你以为会叫你名字啊？没。大嫂，有主意了没有？不要急嘛。我看你们三兄弟已经联合起来串通好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次再问你们一次哦，为什么要收比利的房间？啊？说。不说谎，不说一句谎，不说谎，他还是不说谎。大嫂，男人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简单，只有宣战。对，宣战。大嫂，宣战，宣战。等一等，你们怕了是吗？笑话，我只希望在宣战之前呢，给我们三分钟开个紧急会议。走，走。不说谎，不说一句谎，不说谎，还是不说谎。没有关系，这表示啊，我们第一步已经胜利了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行不行，哥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从来没有跟女人打过仗的经验。你看看你没出息的样子，啊！你丢我们余家男人的脸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管什么女人在我面前都得臣服。可是他们是大嫂二嫂，大嫂二嫂怎么样？大嫂二嫂也是女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，大哥？大哥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战事都临头，大哥一点备战心情都没有。我看我们这场战争，你说什么仗呢？大哥，你忘了男人跟女人的战争呢？你说的就是这个。大哥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你都不紧张吗？我不是不紧张，而是我觉得这个仗打得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赢了怎么样？输了怎么样呢？佳佳永远是我老婆，你永远是妹妹老公。No， 这完全意义不相同，这关系到排名，关系到地位。排名地位，我现在都不担心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比利的肚子。冠军啊，派你个任务。你不用说了，也不用派，我知道什么任务都是我去干的。你好好去调查一下比利在外面的行踪，我们一定要查出来他肚子里孩子父亲到底是谁。我不准用上我的床。要霸占浴室，不让于冠军用。让你瞧瞧啊，我们女人力量其实是不容忽视的。
哎，大嫂，你呢？大嫂，嗯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对付大哥嘛？嗯，我还没想哎。比利，你确定你跟他们没有任何的纠结？我跟他是没有什么纠结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跟我有没有啊。哎呦，大嫂，有什么纠结嘛？我看啊，根本就他们男生啊，看不起我们女生，喜欢欺负我们女生，没事来骚扰罢了。我看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是他们三个第一次像兄弟那么合作。哎，对哦，以前他们都是互相陷害的耶。哎，大嫂，那你意思是说他们这次来真的啊？嗯，我不管他们是真是假，反正赢的一定是我们女生。嗯，这猪爸爸就跟猪妹妹讲啊，以后啊不能这么偷懒了，知不知道啊？猪妹妹说啊，我都是跟你学的呀。哎呦，猪爸爸就很不好意思，以后再也不敢偷懒了。哎呀，猪妈妈也来了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我好高兴哦。为什么要谢谢我？爸爸说你答应我，再也不用上那么多课了。嗯。你真会做人呐，好事都让你占尽了。哎，我是跟他说是你答应的。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说？我，哎，佳佳，你是不是在故意找茬啊？找茬不需要这种方法。女儿的事好不容易解决了，我们应该庆祝才对啊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。哎，你是说我们男人跟女人战争呐？那我给你举双手投降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这个我没有兴趣。我要你告诉我你们三个男生之间的秘密。佳佳，你要不要说？我不能说嘛。为什么不能说？这个事情是我们余家事情，不能跟你说嘛。好，唐唐，衣服收一收，妈妈带你出去。为什么？佳佳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不是余家人，我待这边干嘛？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干嘛呢？这个说出来会很难看的嘛，这个。只要不是你有外遇，任何事情都不难看。你一定要知道。对。好。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。可以可以，我告诉你。反正你是我太太，我也不怕你笑我。比利肚子大了。什么？对呀，比利姑姑说他肚子越来越大了，他再也不敢见人了。那怎么办？轻松一下。嘟嘟啦嘟嘟啦。耀宗。嗯。过来。干嘛？看这边。嘿，你什么时候开窍的嘛？哇，这女的腿好漂亮，好直啊！哈，这太美了！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男人啊，你说的是战争是不是啊？对呀，而且啊，漂亮的女生像玫瑰都刺啦。既然如此，你说是男人与女人的战争，哎，江妹妹，你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。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我要干什么？经验告诉我，男人对付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。这个经验告诉我，
跟女人的战争永远是死于床头，止于床尾。来，曾曾，嘴巴张开啊！哦，我看你吃的是什么？来，曾曾，啊，佳佳，来吃一个来。冠军在看你干嘛？冠军，你看什么看嘛？想当初啊，老爸给你介绍那个胖妞，你要接受她的话，今天你也是一样的。来，江江来啊，乖嘛啊！不要，不知道是我年纪小还是我不懂事，怎么现在想不通，这男人跟女人战争的时候怎么是这样打的？哎，大哥二哥，我们不说好要打仗的吗？嗯，我们的仗结束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，我觉得你们一点骨气都没有。哎，冠军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等你将来有一天你结婚了，你就知道，这男人在老婆面前。是不需要骨气的嘛？哦，啊，你这名大男人真让我觉得羞耻。我应该说，男人越大越不觉得羞耻。嗯，好词儿，好词儿。我倒觉得是应该是女人越大越老是越没有人要。你说什么？我模拟提犬。讲得很标准嘛，来，赏你牛奶。哎，糖糖，你很过分哦！以前叔叔教你的时候你都不会，现在功课取消，哇哇哇，满口英文呢你。蛇，我今天很高兴，所以我想到你以前教我的事情呢。太迟了，小坏蛋。哎，不是在打仗吗？怎么都在笑啊？傻瓜，等你肚子里面孩子生出来，你就知道男人跟女人战争怎么回事了。冠军，冠军，你在说什么？可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。比利，那个冠军他平常开玩笑开惯了，你不要吸引他乱讲话。哎，比利，他那个人就是喜欢这样口没遮拦。对对对。我就是这样下去啊，不是办法哎。你想干嘛，妹妹？没有啊，我是女人啊，我了解比利啊，现在一定很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我刚生过小孩，我有经验嘛。你们怎么啦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比利。我觉得美美说得很对，比利，你年纪那么轻，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你现在已经觉得很彷徨、很害怕，不晓得应该怎么办。我们都是比利家人啊，我们都应该向他伸出援手来帮助他。比利，你需要我们帮助，对不对？比利，虽然你这次做错了事情，但大哥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其实是因为你不懂，是不是？你们越说越离谱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根本听不懂哎！比利，虽然我们兄妹感情一直不是很好，不过你今天发生这件事情，我还是替你感到高兴。你说什么话？你是？不是，大哥，你换个角度来想，这也是一件喜事啊！洗你人头啦，洗！比利，你说，我们不会骂你，那俩人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没有关系。我替你杀了他，我杀了你，你不能过下，你不能不要那么冲动啊！可是我生气啊！好说歹说，比利也是我妹，她长得虽然不漂亮，但是也不能把她肚子弄大。冠军，比利，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啦。哦，比利，你放心，二嫂有经验，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哦。对对对，对呀，对。你们太过分，你们太过分了啦！比利，我拜。一定觉得很难为情，我倒认为他是在生气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冠军说要杀他男朋友啊。那本来就是嘛，那个男的要是被我碰到，我一定揍扁他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力倾向？大哥，我赞成冠军的做法，把这男的先扁一顿再讲。不不不，这个人以后会是比利的丈夫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？大嫂，为什么不行？当初我娶妹妹的时候，她妈妈还不是把我扁了一顿。我妈是给你个下马威，要你以后啊不敢欺负我。我们也是要给那小子一个下马威。揍他我是反对的，不过下马威我觉得是应该给的。抓来吓一吓倒可以。糖糖啊，妈妈答应你，以后你不喜欢上的课可以不上，可是你先要告诉妈妈你喜欢什么。我喜欢打篮球和打棒球。打篮球、打棒球，这都是男子喜欢玩的，你为什么喜欢呢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喜欢玩嘛。那我
我要先跟爸爸商量一下，你先让凡去玩啊。好。婶婶，你要离家出走啊？不是啦。哎呦，妹妹。啊。那你带着东西干嘛？哎，我要回娘家看小 baby 呀。你回娘家需要这么多东西吗？要啊，这些都是小 baby 要用的东西啊。你娘家一大堆小 baby 的东西，她用不完的啦。哦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用不完啊，以后留给别人用嘛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。哦，再见啊。拜拜。哦。啊，对了，大嫂，麻烦你一下哈，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帮我看住药钟。可以，不过啊，请你把铁链留下来。什么铁链？像耀宗那么好的老公，没有铁链，我不敢保证给开得住他。你放心啦，你只要搬出我名字啊，就吓得住他。嗯，拜拜。下次我又把我的名字搬出来，看是不是可以吓得住耀祖。进来，大哥，你上厕所啊？啊？哎呦，上个厕所都不得安宁啊！哎，你每天往这跑什么跑？你不要上班呢？哎，大哥，上班有什么重要？那，这个才重要。我真的把一切都规划好了，你看看，瞧一瞧。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对这玩意儿没兴趣吧？真是。大哥，你别紧张，我这次来不是让你投资的，我是让你帮我看看我这家儿童餐厅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你可以帮我改进改进。来，瞧一瞧。凭良心讲呢，你这个点子呢是相当不错的，无论是设计呢和利益呢都可以说是上乘之选。不过如果由你来经营的话呢，我保证一定会垮的。哦，大哥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太适合经营这家餐厅吗？你适合，不过你只适合呢经理以下的职位，如果是经理以上的职位呢，我看是准垮无疑。那我懂了，大哥，那换句话说，如果让你经营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老弟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大哥在操谱你。俗话说得好，一通百通。现在不论什么企业，我懂也罢，不懂也好，在我手上呢，大部分我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件事嘛，保证我来做的话，一定广进财源。那当然了，哥，我相信以你的才干跟能力的话，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你的。那当然了。啊，总经理，嗯，给你的名片。真的，很好很好。总经理，那我不打扰你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哎哎，再见，总经理。啊，再见。现在他终于知道当大哥的行情了。堂堂儿童夜总会总经理于耀祖，又被这臭小子设计了。告诉你，这活啊，门都没有。我呀，你放心，我会很乖的。哎，妹妹啊，你帮我儿子。好，你儿子，你儿子现在好不好啊？那你妈小心点，别让他感冒了，这样不好哎。哎，你把儿子抱过来，我们看看好吗？给他跟他讲讲话。喂，宝贝儿子啊，叫爸爸，叫啊。嗯，好香啊！佳佳，今天又做什么可口的菜给我吃啊？啊？让你猜。啊？我第一次获得你的心水菜。红烧蹄膀。确定吗？我确定啊。那是谁？是你嘛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蔡伯能。蔡伯能？嗯。不可能的，佳佳，我是贵人呢、啊。个菜包能这种菜，怎么可能获得我的心呢？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菜？蒜里汤锅。哇，红烧蹄膀，猜的不错吧？好啊，那我别讲了啊。哇，好好好，拜拜。
二哥，不一样了，你的儿子脱胎换骨，换了一个人啊！你少啰嗦。哎，总经理，坐，请坐。不客气，少来这一套，于耀宗。那，哎，哥，你就不能帮我？你就不能饶了我呀？我们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，就差我的钱，对不对？哥，你不能让我一辈子帮别人赚钱，对不对？你要帮我站起来啊！哎呦，帮你怎么帮啊？帮人家赚钱怎么好啊？总比自己撩钱好吧？哦，你就认为我做事情一定会撩钱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有自己的家庭，我有儿子，我懂得怎么样负责任。我知道你都懂了，但是离你自己做生意，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。还有一段，大哥，我现在30出头了，一段要等多久呢？那要看你自己表现了。好啦，不要争了，快吃饭了啊！大嫂，你看你这个老公哦，真的是标准的铁公鸡。有什么不好呢？好什么好，烦死了呀，好痛啊。哎，耀宗啊，你有气有气嘛，不要往冠军身上发嘛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看他碍眼，就像你看到我不够格当老板意思一样。哎，杨光哥哥，以后你们吵架拜托换个地方，不要在老板我身上当战场，好不好？哎，米莉回来了。你们是想看我肚子有多大，对不对？啊！比利，有几个月了？不可以。比利，哎，你们猜猜有几个月啦？你不怀孕呢，看起来都像3个月的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于冠军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头砸破，你看着吧。哎，比利，不可以。怀孕了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跟心太病过不去呢？你砸破要花多少钱？知不知道这个东西？你要对付冠军，你不要自己动手嘛，叫你二哥就可以了嘛。耀宗，上。干嘛？我自己忙得很，我不会管别人闲事的。哎，你这公私要分明嘛，是不是呢？哦，我有求于你的时候你不答应，为什么你求我，我要答应你呢？好嘛，没什么了不起嘛，我自己来就是了嘛。冠军来了，我跟你说吧。啊。什么事？以后对妹妹讲话客气一点。什么事？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嘛。你们换个地方好不好？老爸，我上战场打一打去。你们再这样，我跟老爸讲了。你敢？我。哎，哥，我看你们哦，好像都很想帮助我，对不对？比利，这次对你来说是早了一点点，可现在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们只希望说，你可以把那个男生请过来，我们看怎么样解决这个事情。我也想啊，可是。比利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是不是男的不敢出来，对不对？不是。比利，没有关系，你告诉我们那个男盗是谁，我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问题啦，而是我不晓得是谁耶。你不晓得是谁？怎么讲？比利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被人家灌醉的吧？不是啦。那你一定是吃迷幻药。不是的，哥，我怎么会碰这种东西啊？比利，你该不会是就是被人家偷偷就什么东西偷偷的？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闭嘴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就是不知道嘛。哎呀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有三个。三个人。三个人。哎，冰冰，你居然背轮，但是你轮什么轮呢？我轮不到你说话。你说怎么搞的？我有3个男朋友。不晓得是被哪一个把肚子弄大的。于比利，你也不是个傻瓜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哎呀，作孽啊！哎呀，哥，没有办法嘛，谁叫我长得那么漂亮？你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？我记错了，哎呀，就记错了。耀宗，都是你害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事情你要负100%的责任。又怪我？对呀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叫报应啊！平常在外面作孽多端，现在报回来了吗？哎，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冠军身上就好了嘛。冠军为什么？那
妈不是说吗？男孩比较不容易吃亏啊。哎呀，对，什么谬论呢？哎，我真服了你哎！这样子你看到画面吗？我没有在看。没有看就关掉啊。好啊，你把它关掉吧。累了又不睡觉。不想再坐一会儿。累了是不是？帮你按一下。你们好点。不要急嘛，这种事情操心也急不来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比利不是笨蛋，怎么一次跟三个人呢？哎，我的年纪还小嘛，整个人都不成熟，而且这个年龄啊，感情是最丰富的。爸爸要知道，不气死才怪呢。扯吧，迟早都会知道。怎么办？小江，我看盖子盖拿掉好不好？不行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太危险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不是去问那三个小伙子，问他说，你们到底是哪一个把他肚子弄大的？这像话吗？这，要是问也问不出来，比利也不晓得是谁的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烦了，烦死了。让左边留出一点空。